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智。今天晚餐做了四川好出名、好出名又好下饭、好下饭的盐煎肉。你可以这么想象啊，你有多喜欢回锅肉，就可以有多迷恋它。和回锅肉的区别吧，一个是先煮后炒，一个呢是直接就煎，但是呢都一样的好吃。我很喜欢吃川菜，做川菜，我不会标榜自己的做法正宗。和正在看视频的你们一样啊，遇到自己感兴趣的菜也在学习。所以如果四川的小伙伴看到我这个外人做的盐煎肉哪里没有做好了，也欢迎你们在评论区里面多多指教。这个菜和回锅肉都有一种同样的魔力啊，就是它能挖掘你的饭量极限。原来自己这么能吃。卡扎古，问的，香不香？香。光光的。